好的，这位先生，欢迎你来协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这个拍摄的工作啦。你的任务啊很简单，就是拿这个杯子往那个玻璃上砸，有没有？我后面会有一台照相机哈，把那个破碎的瞬间啊给它拍下来的。我说开始你就砸哈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哎呦，快点啊，动作快啊，你继续砸哈，砸出情绪来都没有关系的。再来一个白痴而已。对我这家店有什么不满呢、啊？把我的杯子都砸光光，这家店是我的。喂，年轻人，干嘛？有什么事？你怎么无缘无故的跑到我店里来砸杯子、啊？我是跟你要求还是我欠你钱呢、啊？快报给摄影师给我看呢！什么摄影师？这里面？这里面是厕所呢。啊，但是啊，但是想叫我翻拍去呀。你说什么摄影师要拍什么照片？上面那块窗户没有，我的肩膀受伤了，不大能用力啊，要麻烦你帮我擦窗户啊。喂，我请你擦窗户啊，不是拆窗户啊。哎呀，你怎么笨手笨脚的嘛？哦，那一碰就掉了呢。哇，糟糕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搞砸了。这不用飞吧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啊，直接把我窗户给砸破了啊，谁干的？我妈妈在卖玻璃杯和玻璃碗，嘿，我爸爸妈妈都是在卖玻璃的，所以我也可以说是生在一个玻璃之家。玻璃前的朋友们，要买玻璃找我就对啦，不过破了也要买单哦。哎呀，这样又让我想起一首怀念的歌曲啦，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，一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，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，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。你害我想起我失恋的伤痛了啦。啊，我管你痛不痛啊，你不赔钱我才真的会心痛呢。哎，但是你那个难听的歌声才会把那个玻璃给震碎的啦。那个黑店眼镜行跟我说，脱窗和近视一样要戴眼镜。我听伊咧凊彩讲讲的，破窗挂目镜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啊，现在不管你是近视、远视、弱视，还是老花兼破窗，只要你有戴眼镜，我们都要来整你了。不是啦，只要你有戴眼镜哈，我们都要介绍你一种洗眼镜的最新药水。用过这种药水洗过之后，镜片永久干净、清晰又防水，保证有效啦。那如果洗过之后还无效的话，那我我就彻底的搞毁掉它。怎么那么大声啊，我没有戴眼镜怎么都看不到，你到底在干嘛、啊、他打我的眼镜，就暗示说我更久安票。你刚刚一直挑那个东西，该不会是我的眼镜吧？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哦，我跟如花约好要去看电影呢，你把我的眼镜挑掉了，我怎么去的？啊，你约如花看电影啊？啊，那你真的该换副眼镜了。哦，你怎么
真正足想要甲你吐落来嘞，你这个小秃头的啦，安尼就想要走啊！哎呦，我血啊，搁压起来了。不洗眼睛的亮晶晶眼镜清洁剂公司，我们今天要免费的试用，来，只要把你的眼镜放到这清洁剂里面泡一泡，洗一洗，然后再把眼镜拿起来，用一块布包着，过一会儿，你的眼睛就会为之一亮了。这是脆榴莲脆凉凉的啦，你太可恶了，你怎么会把我的眼睛给打烂呢？戴眼镜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好像配眼一样，整个揪在一起也看不清楚了，那怎么办？不会吧，我要被整了。你说近视眼还是老花眼，看不见真的是很讨厌呢。哎，少年啊，眼镜借我下哦。啊，来来来，戴一下眼镜，看看会不会比较清楚。哇，鬼龙就清的啦。哎，啊奇怪，啊怎么还是看没有？哦，这下英语的啦，不过我也看无。阿伯，该还我了吧？要参加到学联考了，无眼镜我想要哪考啦？啊，这位欧巴桑啊，哎呀，老花眼镜真烧啦，哈，我带你来买啦。哎，我的眼镜是用来做造型的，你看看我的头嘛，可怜可怜我好不好？出动，愿者上钩！啊，来来来，就是你喽！啊，这位笨头笨脑的秃驴先生，这种不用花头脑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啊！哦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搞不定啊，真是 stupid！ 哪样呢？你说谁是 stupid 啊 ？I'm sorry 啊 ，I'm 笨胖 ，OK？ 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砸碎的啦！还好意思讲啊，你才是杂碎呢。哎，半个小猫是没有问题啊，不过俺平常在家里啊连家事都不会做嘞，你看看啦，越搬越忙了。请找我钱，收您五百，请稍等。对不起，你这是假钞，必须销毁，不能再使用。哎，我的钱呢？
我刚从银行领出来的嘞。小姐，请把真钞给我吧。天哪，我被强奸了！妈咪不给我钱就算了，还拿假的给我。感谢您，收到您1000块的假钞，在我这里休想用假钞来骗我，我可是假钞终结者。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？开玩笑，我确定他就是假钞。哦，啊，我唔输现金，赢就假钱。哇哦，你看他撕得多顺手。哎，他不是跟我讲验不出来的。唐先生打破了200多个盘龙花瓶之后啊，终于被他老婆赶出了家门，只能够靠运动来忘记自己的罪恶了。哎，他现在听到这种声音喽，赶快刷咖啡器哦。花瓶，花瓶，你到位。啊，我们照这样认真的练下去吼，这摆够手一定会掉啦。呵，掉就被掉了，掉就起来了，掉。陈诺，你走了，这是鬼屋哟！呵呵，抱得贵了啦，手脚也不听使唤啊！哎呦，这个错在啊，包大人给铁金链来救情节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大门在哪边呢？左右两边都有出口啦。哦，两边都有是吧？啊，请问一下，那这一边会不会比较近啊？哼，我的皮包掉了，这是我的哎。哦，我实在太感谢你了，谢谢谢谢啊。哈，金发妞啊，太棒了，让我抱一下过来的。嘿，啊，这去的是要等多久啦？好啊啦，拜托的啦，唔免安尼啦。嗯，好吧。你拾金不昧啊，这真是太难得了。来来来来，给我拥抱一下啊！哇，不用啦，先生啊，我还要诉情，要来去无用啦，放手你。啊，没有轮抱这么久的啦。啊，很感谢，很感谢。这真是太感谢了。嗯，啊，但是现在我要当外雇啦。好了，先生，你卡又卡够了吧？